咁多位传媒朋友，多谢大家嚟到澳门万禧全陀飞轮钟表专门店嘅开幕典礼。我系今日嘅司仪优儿，大家好。今日咧好开心同大家一起分享呢个咁重要、咁值得兴奋嘅时刻噶。咁呢个时候咧，都等我简单介绍一下万禧全呢个品牌。万禧全系香港首个专门设计同埋制作陀飞轮嘅腕表品牌。自创立以嚟咧，一直都致力制作融合中西文化同埋具香港特色嘅陀飞轮腕表噶，而且先后咧都同不同嘅单位合作过。推出过多款的联名限量系列，又珍贵都值得我们去收藏的。而品牌创作王至今只是几年的时间，销售点已经是遍及全港和海外十几个国家，而且获奖无数，备受业界和传媒的赞赏。非凡的魅力已经令到我们品牌在国际钟表界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继去年的十月在香港开设第一间的专门店，今年就来到澳门开设专门店。咁重要的时刻，我们用掌声有请澳门万禧全陀飞轮钟表专门店董事总经理盈月先生为我们讲几句说话，有请盈生。多谢大家先吓，咁百忙之中过嚟参加我哋呢个万禧全嘅开幕典礼吓。各位来宾，各位传媒朋友，感谢各位抽空出席万禧全陀飞轮钟表专门店开幕典礼。我知道好多来宾都特地嚟香港过嚟，同埋国内过嚟，感激各位对本店嘅支持。我好高兴引入万禧全陀飞轮这款有实力有内涵的产品。我哋一班年轻人凭着一分热诚及高效率的执行力，很快就将万禧全带到嚟澳门，让更多澳门本地的客人甚至海外的游客认识万禧全陀飞轮的手表个品牌。希望各位以后多多支持本店，多谢大家。唔該曬，盈總可以咧先休息一下噶。相信咧好快咧，大家都感受到萬禧全嘅魅力啊！呢個時候咧，當然唔少得我哋嘅靈魂人物萬禧全鐘錶有限公司創辦人及總裁沈偉林先生 William 同我哋講幾句説話。好榮幸今日大家光臨我哋萬禧全第一間澳門嘅專門店嘅開幕啦。喺度再次感激各位賓客咁多前輩，有啲喺香港光臨嘅一啲朋友特登過嚟呢一度嚟見證呢個咁具價值嘅一個典禮。因為我哋萬禧全其實一個係新嘅品牌，但最特別嘅地方係咩呢？佢一個香港嘅品牌，係糅合好多香港嘅文化、香港製造、香港設計。咁今次其實喺澳門呢度開第一個專門店咧，其實有啲咩咁特別嘅意義呢？就代表住將來我哋香港同澳門喺創作、喺創意產業同埋喺文化上咧，我哋係有好多嘅一啲好多嘅 crossover， 有好多好大型嘅合作。我哋會將港澳文化一齊咧，將啲創意產業嗰啲好叻嘅啲年輕嘅才俊，或者係好多唔同嘅好有意思嘅歷史元素咧，發揚光大。咁喺度再次感激盈總啦，因為呢個專門店其實係盈總即係一家人咁樣去代理我哋呢個品牌而開嘅一個專門店，所以喺度多謝盈總嘅支持。咁我同佢好得意嘅，咁首先我亦都要特別多謝莫主任啦，好榮幸邀請我一個咁啱啱創業嘅一個小企業嘅青年去澳門中總度做一個青委做一個分享，因為我自己都喺香港中總嗰邊。咁分享完之後咧，其實盈總其實嗰日都咁啱有事都聽唔到，但係就了解到我哋嘅品牌之後，特登飛嚟香港咧，我哋見咗大概半個鐘嘅時間左右，咁佢已經決心去開呢個專門店啦。所以我喺度好感激佢對香港創意產業、佢對工業、對澳門嘅未來嘅同我哋嘅合作咧，有咁大力嘅支持。咁喺度亦都多謝咁多媒體朋友特登嚟香港過嚟，好多都係因為支持我啊，或者係支持呢個品牌嘅發展，亦都多謝好多嘅 artist 特登阿友南啊、江思敏啊特登過嚟。咁希望大家今日可以 enjoy 我哋啲手錶，同時間亦都喺澳門大家玩得開心啲嚇。多謝大家 ，thank you。唔該曬 William， 請 William 留一留步噶，並且咧邀請埋盈總咧嚟到台前咧。今日咧非常之開心，亦都好榮幸有好多位嚟自工商界同埋演藝界嘅代表嚟到參與我哋嘅剪彩儀式噶。而家又請佢哋嚟到台前，分別有全國人大代表、澳門中華總商會理事長高開賢先生、全國政協委員、澳門中華總商會會董何玉堂先生。澳门立法会议员、粤澳工商联会会长施嘉伦先生，万禧全钟表有限公司董事沈默玲先生。
演艺名人黄又南先生，演艺名人庄思敏小姐，澳门中华总商会常务理事兼青年委员会主任莫志伟先生，香港中华总商会青委副主席林志斌先生，澳门商贸发展协会创会会长郭伟煌先生。咁呢个时候咧，我哋嘉宾已经准备好啦。与此同时咧，我哋就会进行一个简单而隆重嘅剪彩仪式嘅。咁稍后咧，我会同大家一齐数三二一咧，我哋就会进行呢一个仪式噶啦。一阵间我哋会一齐数三二一嘅。咁喺剪彩之前咧，我哋会先嚟一张合照纪念呢个咁值得纪念、咁重要嘅时刻噶。咁啊，各位嘅传媒朋友啦，同埋我哋嘅摄影师咧，都可以准备就绪，影低呢个咁重要嘅一刻。好啦，我相信大家都准备好啦。呢个时候我哋一齐数三二一就开始啦。三二一，恭喜晒澳门麦希全陀飞轮钟表专门店正式开幕，恭喜晒！呢个时候有精金都系继续流布噶。咁相信咧，大家都准备就绪啦。呢个时候我哋一齐啦，又系数三二一就 cheers， 就庆祝我哋嘅大喜日子啊！三二一 ，cheers！预祝万禧全陀飞轮钟表专门店生意兴隆，财源陀飞轮转，恭喜晒！喺呢度咧，好多谢咁多位参与我哋简单而隆重嘅开幕仪式噶。而我哋嘅活动咧就嚟到呢一度，咁大家呢个时候咧都可以咧去到我哋嘅专门店啦，去欣赏我哋嘅名表啦。而今日买表咧，仲会神秘。